呀，咋的？不让别人看。等会儿，那根本就没有听规则吗，老爷？影是主攻，影是主攻。影是啥？影是主攻，这招，这招赫斯是主攻。啊。其他所有这个蓝绿红都不是那啥，都不是主攻。啊。红的责任是保护他。啊。保护这个影。行，知道了。那俩是反，然后这些你们抽着这三张牌不可以亮，只有影是主攻才能亮，才能亮。好嘞，啥玩意儿？你听半天没听明白？主攻大了是不是？一个人斗地主呗，主攻大。这个是啥了？不知道啊。这啥？这是内奸。这个是保护他的，对。有没有叛徒啊？啊。内奸就是叛徒。来，抽吧，抽吧，我可别抽主攻了，主攻不好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咋了？然后呢？放这儿。主攻其实是一个人，主攻五张牌，一人是三张牌。这是我的。三张牌照。三个里头挑一个。挑谁呀？我得挑几个呀？挑最好的。我就挑最好，你去抽哪个？谁那啥最好啊？看那技能，看那字儿。那我得念出来呢，别念出来，这都一样，反正那个早晚都得看着，能挑几个呀？大家伙得看着，挑一个呀？挑一个，我那不轻车熟路的，在这傻傻的。我不知道哪个是大的，你给我看看去。我给你看看。你看哪个行啊？哪个最少哪个行啊？啊，哪个最少啊？不要骗人家。能当查克拉使用。查克拉大呀，查克拉回血的。你可以将你手中的红色水开当查克拉使用。先接头，我要攻了。来吧，快给我一个得了，我看啥不会看，拿来吧。这不选，我选这个呀。不选啥？这不要了。想选一个。都真是不知道对方怎么干。干啥的？对，就现在我是主攻，你们就知道我自己是主攻。就杀你呗。保护我的呢？谁保护你？忠诚保护我。现在还不知道，现在谁也不知道谁是忠，谁自己心里知道，就我不知道。那咋能保护到你啊？因为我杀的时候他救我，那你们杀的时候救我。你们法臣杀我的时候他救我，就证明他是忠臣，是不是？大外甥，我说你学会点了。嗯，我还行。能摸两张牌啊？仙术啊，仙，人家仙。你说那不是一张卡？仙术。仙术。怎么整？这孩子说的对。那我给他撇了。嗯，啥都撇了，烧火了吗？嗯，差点没给烧火了。啥玩意？写啥字了？我看你。一手杀杀查克拉是啥意思？也回血的，这个好好啊，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，是吗？轮呢？这么轮呢？还是这么轮呢？谁开始？还是这么轮呗？先杀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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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谁？杀错人大整啊？杀你忠臣大整啊？那咋办？先杀我没事，随便杀去。我先杀王明。你够不着他，每个人现在之间距离是一，你跟他距离是二，你杀不着他。我只能杀他。杀我他。你能杀他？我杀你。这真会杀。然后看。我没猜错，他应该是控制。是吗？要不然怎么不服？嗯。我杀他。家里边有鸡胗什么鹅胗什么的，记住鹅爪。你要吃啥？烤肉也行。这是那啥，这是一个。用目前所有的人。再捡回家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啊？你咋那么好使的你的牌呀？水牢兔用你还这仨玩意儿呢？吃那玩意儿？这仨玩意儿是一伙的。蓝色是奸臣，蓝色是反贼，反贼，绿色是奸臣啊！气着啊，快结束！杀我啥？然后我还有没有啥技能啊？咋的？自己快来！你他没掉血，你不能用。不能用啊？能。他是都要打我的家伙，你有仇啊？咋杀我呢？杀你！咱俩一会儿，他仨一会儿的。然后他
技能，你都没放过技能。我的技能是你们死后回击血。你说你们娘俩，你说你们娘俩选的技能选的，一个是打，一个是别人掉血才能用，一个是别人死完才能用。是我现在随便杀不都行吗？嗯。我非得不是非得你老公吗？不是。嗯。然后我杀王新平。我哥不一定是忠臣。我就杀了。你是不是忠臣的大外甥？我是忠臣，他忠臣个屁！忠臣能杀我吗？忠臣？现在有没有谁是忠臣的？你是内奸的呗？你的意思就是？谁是忠臣的呢？还我的呀？结束不？结不结束啊？我不知道我结不结束啊？你再看看。帮你挡上，你结束。结束了。儿子救我干啥？自己留着得了。救我也白。那他儿子能不救他妈吗？没有，你打就杀，不打上就掉血，没了，我赢了，小姑娘，我快乐，我就知道那节奏牌留到最后是有用的。吃啥？吃啥？点菜啊！点菜，叫孩子们，孩子们点了，我凉快凉快。点啥菜呀？他老公，你吃啥呀？孩子点啥，我吃啥。咱们吃一个。都哪点啊？酱上了，大姐。